大家晚安，各位朋友。总统、国会、立院、副手不分区，朱立伦访美，还有马英九的马习会记者会，整体来讲，台湾人现在最关心什么？台湾人现在最关心的，不好意思，不是政治，他关心的是明天台湾队在台中洲际球场对战古巴，这一战会不会赢？因为如果赢，后天再对波多黎各，安尼咱八强来的就进去，进去。台湾人的国球，台湾人的关键，台湾的注意力，这个是咱的台湾人所关键所在。所以明仔马英这个蔡英文的总部开放台湾对古巴队诶直播，大家去看，连王金平脸书伊都开始做几个手势祈福。台湾人为什么对棒球这么关心？里面当然有非常多层次的原因，但是回过来讲，我们的国家对于这些棒球国手，或者对我们的体育国手，他们的回馈是相等的吗？那我们就请你给各位介绍现场郭台铭，台湾资深媒体人王水亮，大家晚安，大家好。有关资深媒体人，我们的郑思成，谢老师，大家晚安。无党籍立委参选人张承宗，大家好，我是阿丁。过来，两位资深媒体人康仁俊，老师好，大家晚安。还有钟连芳，主持人郭富阳，请大家好。好，足球这类棒球这么重要。台湾人希望全部都记在这个上面，所以击败十二强锦标赛，台湾人无论如何一定要进八级。来，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辛苦。台湾队拼战世界十二强棒球赛晋级八强之路，走得辛苦，即使是休兵日，全队依旧不停歇，抓紧时间练习，维持手感。前一晚对上加拿大，一分惜败，球队气氛没有低气压，反而士气高昂。非常好，你们看不出来，我们都还是说说笑笑的嘛。所以不会因为昨天的比赛影响到我们往后的比赛结果。大师兄林志胜不但在场上用球棒证明打击实力，下了场更鼓励其他球员带动全队士气。用行动来表示，球场上也好，练习也好，把那个氛围都用得不要很沉闷，我觉得微笑是最大的力量，所以就开开心心的打满一场球。前一天练习时大腿拉伤的旅日球星杨代刚，下一场能不能上阵，球迷也很关心。旧伤了，然后今天练习的时候也确认一下，对，有比较好一点的。穿上中华队球衣，当然的国家队球衣，当然会想出场这样子。对，台湾队战绩一胜两负，陷入危机，尤其对上古巴一战必须抢胜，保住晋级的一线生机。总教练郭泰源老行仔仔要大家不要怯战。当然古巴应该打击应该是算蛮强，但是我们的打击也不错啊，不可以退却，就是一定要面对他们的打者，勇于那个胜负，这样子我想这样子应该会有比较好的结果吧。下一站郭总打算出奇制胜，台湾队将士用命力拼挺进八强。所以现在全台湾替台湾队来祈福，明仔载一定爱赢啊！我来看一下吼，目前为止台湾队是两败一胜。我们看一下哈，翟伟高和对荷兰4-7输起，对意大利7-1赢，咱扣球变卡上后边8-9输给加拿大。过来明仔载对古巴、奥地利、对波多黎各，这两场那拢该赢起，那么四强是绝对无问题。哎，连晃。台湾人这样心有要扑扑跳呢，是没错，因为昨天那场球赛我也在电视机前面看哈，那个心情真的是起起伏伏了哈，然后跨个新装备又会造出来，先被追平又落后，然后又有逼近，对，但是就一个球迷的观点来讲，昨天这场比赛真的好看，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为我们台湾队所有的选手，我觉得昨天打出那场比赛也不容易啊。那接下来两场比赛，其实我们以前也就对战的记录来讲，我们以前其实也赢过他们，而且还不是说赢很少啊，所以也不是没有希望。不过我觉得台湾人对棒球的感情其实非常的复杂啊。另外，为日本时代攻击，因为当时日本人的殖民统治，让台湾人其实能自由做主的事情不多，那棒球是少数。我们可以正大光明打败日本人的一种球比赛啊，所以当时台湾人对于棒球，如果相信有看过《卡农》这部电影的人，大概心里都很清楚，当时台湾人对棒球的那种感情跟期待，以及所寄予的那种希望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感情它是一路延续下来的啊，特别是台湾在国际政治现实这种很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这个在国际上能够扬眉吐气的机会其实并不多，甚至我们可以正大光明的用国家队名义参加的比赛其实也不多。是，那
用一个中华台北的名称，虽然很多人不满意，但是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用国家队名义去参加比赛。所以我觉得那个感情其实投射的非常多，特别是台湾的体育向来不是一个强项，那我们的体育在国际比赛里面能够拿到前三名的项目，那就更少之又少。那好不容易，棒球是大概是台湾少数在世界的这个体坛上面可以扬眉吐气的一项运动啊，我们。这是十二强嘛，其实它依照积分全世界排名，其实台湾是排第四的，所以台湾的棒球不敢讲一流啦，但是距离一流其实距离也不远哦。所以我觉得特别因为主场就在台湾，他在台湾比赛，所以大家对于他寄予非常多，除了那种享受球赛的精彩，球员的球技之外，会寄予非常多很复杂的感情在里面。那我相信这些在场上比赛球员，他们大概也感受到那种自己给自己的压力，还有球迷给他的压力，以及整个社会氛围给他们的压力哦。所以我刚刚我还在开玩笑，我说台湾的棒球很奇怪，每次主场只要在台湾，我们的球员表现都不好，可能是因为压力真的太大了。对，照理应该有主场，照理应该有主场，应该有主场优势，可是我们反而没有主场优势哦。另外台湾去泰国，到国外反而都比得还不错，因为没有压力嘛，因为观众没像台湾这么多哈。所以我觉得当然。大家球迷很关心棒球，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有时候难免哦，有很多的场上的状况，其实我们身为球迷，每个人都可以说的一嘴好球，但是毕竟我们没有在场上比赛，我们没有办法在那个短暂的一秒或半秒钟之内做出甚至比球员更好的判断，所以有时候不要给他们的苛责。那最后我想引用一句话，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看美国职棒大联盟有。你如果从第一局看起的话，你会发现主审每一场球比赛第一句话，它叫 play ball。为什么叫 play？ 就玩嘛。对。但棒球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虽然比赛胜负很重要，但是别忘了那个 play 那个精神。是。杜啊，这里连往后面讲的时候说。因为球迷对于棒球，尤其是棒球哈，寄望非常深，所以这个压力无形中就给那一些球员增加了非常多的压力。我讲你指的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南山的第一天啊，台湾对荷兰这局，最后的结果当然咱输给7-4输去，但是第八局下半的时阵，咱东西3-4对荷兰选3-4的时阵只落后一分。那么后面所发生的事情一直。讨论到今天，好，徐弟，大概到今天要去讨论是什么事情。第一出局的时阵，杨代刚攻上的二垒，所以一第二垒。结果林志胜大师兄击出了右外野深远的飞球，眼看着很有可能是全垒打，但是不是全垒打，所以荷兰的右外野手撞上的全垒墙，因为他去接了球，接了球。这时候杨代刚认为。以这款高手来讲，这个应该接不到。所以杨家刚，因为他说已经离开二垒，他必须再回去二垒，然后才能从二垒往外冲。结果呢，荷兰右外野手撞上了全垒打墙，球弹出手套，形成了安打。但是杨家刚那时候只能再冲回三垒，因为冲回本垒线来不及。所以说水掉。这个就是刚刚连旺所讲的，大家对于这些球员所给予的，我这么讲的指责。就形成一个对球员来讲，其实很多地方不公平的时候才对，没错。事实上，杨代刚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等于说啊，这个球员就对了啊、哦。那么站在这个职业的场上，你不能预料。对方的选手这粒球会叫 lucky， 那讲坦白的呀。那咱你拍五颗两的，人家美国职棒大联盟为了要接一个球扑球不吼，给弄全力打墙，一点要跳瓦管，一点要接起来啊、但是因为场合不一样对吧？我们毕竟没有人家那么有水准哦。可是问题是杨代刚他自己看过这么多的国际赛事，那么你不会再去预料讲。以五颗零诶，绕高起接袂丢，而且球又弹出来，那个都是事后诸葛。因为如果今天是他接的话，怎么办？是，一个凳来，一下先造，隔三垒啊，隔凳来，会不会冒着到时候连二垒都回不来的问题嘛？是吧？棒球这个东西是这样了。杨代刚他自己本身右大腿后来拉伤的那个旧疾又复发嘛，所以呢，昨天他没有先上场，但是八局还是代打，又打安打嘛，所以表示他实力是在的。所以你不然每次用一个球来看人家，如果要真的要这样讲的话，那我请问你嘛，在满垒的情况下，没有人出局的情况，为什么你拿不到分数？我们就我今天如果是球迷的话，对不对？这种。
状况在我们的职棒也发生过啊，是，在季后赛里面也发生过啊，明明的没有人出局满垒，你照理来讲你强迫取分就算高飞牺牲打你也给我跑一个回来嘛，对吧，这理论上是应该要这样子啊，那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地方必须要调整，包括投手的调度啦、运用啦等等啦，我们通常有一个习惯，就是选手表现优异他退下来了以后就变成教练，就变成总教练等等哦。这次也有很多人批评郭泰源的战术是不是太过保守啊？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都是为了大家好的。为什么呢？因为金刚丹，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是看三冠王起家的，少棒、青少棒、那个青棒，光光汤杯的呀，过完名呀可以吸引大家。我还记得说拌面有特权可以泡面啊，那个很香啊，对不对啊？大家就为了等候那三更半夜的时候，在美国威廉波特在哪里？哇，我们又赢了，我们很高兴，露脸了。台湾唯一在国际场合上面可以露脸的，那时候得三冠王回来，拍谁？从松山机场开始是要坐车子绕行全台北万人空巷的，你知道吗？所以棒球对我们来讲，就好像套一句这个主播说的吧，我们实在很想赢，实在很想拿冠军。但我要告诉各位哦，可你也不要忘记啊，今年有一位这个叶耀文小朋友，他去干什么？国际撑杆跳比赛。对，七月的时候在哥伦比亚，因为到了哥伦比亚以后没有撑杆跳的杆子，因为说飞机都没有办法有4公尺多的杆子送不去，经过几个月，他说主办单位本来说啊 OK 的，就去以后发现只有女性的撑杆跳没有男的啊，所以最后没有办法比赛。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这样的话，主办单位说他被人家骗了，被人家耍了，那请问你其他国家的这些男选手为什么有？怎么运的？他们怎么运过去的？怎么刚好你被耍？对，为什么只有我们？为什么呢？他五月就被耍过一次了，在卡达的青少年杯的这个田径比赛，他自己本身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没有杆子。还好那时候有个对手借他一个杆子，他跳到了冠军。我告诉各位，我们呢刚刚讲了一个重点。我有时候看现在的职棒，那一天看到桃园队跟卫权打，跟那个兄弟象打季后赛，打到半夜12点多还在打，那现场这么多的观众，没有一个人走，虽然那个鼓舞声把旁边的人吵死了，对不对？那个就是我们台湾的棒球的精神嘛。政府要帮忙我们，政府现在我跟你讲，那个体委会现在都已经说变成所谓的体育那个教育部的体育署嘛。那虽然说理论上说是要从教育开始，但你有没有想到未来？如果你从教育一直到培训，一直到未来，你政府都把它弄好，我相信国人不会吝惜这些钱，因为我们确实需要一个运动能够带领台湾真正走向真正的台湾之光。这讲了真多哈，多年光多要开始讲这个 play ball， 那个 play 哦，就是玩，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字叫做 fair play， 叫做公平的比赛。那我们其实讲到这个地方，就可以问了。国家对于这一些为国争光的体育选手们，他们有跟他们打 fair play 吗？这个陈总立场极低，关切台湾的体育等等，这点我想你想，都要讲到杨大刚个屌兄。对，你知道台湾对于这些体育选手，我因为我是中华男篮的领队，连续3年了。所以我跟这些运动选手出国比赛，其实我蛮了解他们的心态。是，像譬如说杨代刚这次他这个一个球有没有处理好，其实还有争议了哈。然后很多人就球迷就不太开心，就骂他什么。大家想一想哦，那个其实我们能够下场打棒球几率比较少，但是我们随时都可以打篮球，去公园斗牛。是，你在公园斗牛的人哦，你都不想输。只要球一打下去你就想赢，何况是这些代表国家的国手，他们当然想赢。可是运动场上有时候那个判断哦，是一秒钟的判断，譬如说他要不要跑垒，譬如说这球要不要挥棒，譬如说篮球场上他这球是投还是传。那这些选手其实都比我们还专业，他们打了那么久了，他们是最顶尖的，所以他们也想赢。所以我就觉得球迷不要太苛责他们，而且这些选手其实大家可能不晓得哦，其实基本上你打国手在我们国家的制度是义务，是荣誉心、嗯。基本上政府没有提供什么东西、啊。荣誉金挂这些做工资。荣誉心，对。那这些球员大部分都是职业，他们是靠打球吃饭的。万一受伤以后怎么办？也不是国家的事情。那所以基本上这个你从选手角度来讲，他愿意代表国家打球，他基本上是吃力不讨好了。像棒球那个这次的棒球，我记得年中的时候好像有一个新闻，就是说中华职棒球员还一度传出拒绝征召，为什么？因为连保险也没有，连保险都没有。对。那像我知道篮球的例子的话，这讲出来很好笑了，就是说政府给国手啊一天700块补助，
美金吗？台币哦，七百块出国比赛，没有没有，就主训期间呢，从训练比赛七百块，七百块出差都比这个多，就比照21K 嘛，对，21K 那当然对，这是一个尊重的问题，对，七百块，七百块，对，那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只有在电视机前看到大家打，看比赛，希望赢，哇，赢了很开心，输了就怪就骂。是，可是真正背后很多人不晓得，就是说这些国手、这些运动选手，他也是拼了老命在为国家付出。是，而我们的制度上，并没有对待他们，没有什么对待了。是，那我记得篮球员，我常常开玩笑讲说，篮球员都是动辄190-200公分的大汉啊。对，我们的配备就塞经济舱。然后，但你想哦，官员辛苦，200公尺他就坐在经济舱就挤在那边，200公分啊，200公尺是跑步，对，200公分，对，没有。但是大家想想看哦，你有没有常常看到新闻说官员出国看比赛都坐商务舱，商务舱还头等舱他去看比赛，看比赛或者是什么视察呀、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有时候就说我们看。我们希望球员打得好，是，但是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想想，那我们给了这些球员什么？是，我们对投了什么资源在这个里面？世成是，刚刚还在讲说杨大刚假设了哈，他受伤回去，母队对会怎么说？是，没错啊，这一次这个荷兰队也有在日本打职业棒球的选手到台湾一起比赛，日本队。母队规定很严格，对不起，他只能做指定代打，他不能在场上给我守备，避免受伤，避免受伤。2006年我转播杜哈亚运，记不记得日本队对中华队 ，anyway 台湾队最后一场比赛冠军赛，9局下半中华队6-7，6-7，那个时候中华队台湾队二三垒跑者，后来台湾队二三垒跑者是林志胜前面表现不好，后来总教练问他说到底也赛比赛。那个林志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他最后打出安打，他最后各位记得那画面，他是跪在地上把那个球打出去的。大家想赢的心是绝对绝对非常非常的大，是。但是这样的大，所以包括自己本身的心情也非常的紧张。是。但是我认为说，我们现在寄望这些选手帮国家尽力，可是我们这个国家给予他的真的太少。没错。你知道，包括很多的，包括高尔夫，包括。这个网球选手，你知道网球选手很辛苦啊。网球选手他自费去全世界各地比赛，所以你知道一开始这种，你知道网球有一种是完全自费，有一种他会攻时速，他会注明，所以很多就从这种开始打起。那我想说，所有的优秀的选手都自己成长，那么国家寄望他帮我们做国民外交、体育外交，自己凋零。可是我们自己却，我们这个国家却没有帮他们太多的忙。我们的体育政策很奇怪。对，所以刚刚这个瑞德提到，都锦上添花了。对，阿东提到就是我们的体育，本来是体育署，现在到了教育部底下，撸来撸丢。我们不是要发展全民体育吗？是，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制度呢？我们是看成绩给钱。这很糟。所以呢，我补充一下就好，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另外一个台湾之光，刚刚讲到高尔夫，曾雅妮，是我到龟山去访问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从小从曾雅妮5岁开始训练他嘛啊，然后呢，曾雅妮，他从小训练打到得到世界冠军，因老辈拢总开3000几万，你知道他进户开多少吧？零。政府在什么时候重视他？你知道吗？得了世界冠军以后，立刻通知赶快过来握手拍照，这样子。世界排名第一的总统府啦，然后谁呀、啊？然后呢？事后过了以后，就这样啊。所以政府开我这开心啊。然后谢淑薇替也是另外一个台湾之光啊，是啊，也是我们台湾之光啊。谢爸爸，我跟他一起上节目啊，你知道吗？政府还他得奖，得奖那么多得奖以后，奖杯上面用一个。用贴纸贴上去的谢淑薇啊，你知道吗？我们国家是这样的对待我们的体育运动选手啊。所以王金美帝脸书顶头讲，我给你祈福了哈，当然也是很好的人俊。光靠祈福，我们的体育国手就能够安心的训练，安心的过日子吗？我觉得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讲说，最少有人在帮忙祈福了啦。这好不是？我讲实话，因为其实我们自己认识很多运动员的朋友，其实我其实知道阿中讲的刚的那个概念。你知道我们这边看球很轻松，因为咱都贼等级顶头呢。对吗？可是每一次他们比赛的时候，是他们会检讨。他
他的那个压力比我们还大，也就是说，当他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判断可能在事后被人家质疑，或者是他自己都认为说当时那个判断是有失误的时候，他的承受的压力，他不会跟别人讲，他就默默吞。我比较用正面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情啊，就是我相信这些有质疑的、有批评的，或者这样的球迷，下一次杨岱刚在打球，他们看不看？我相信他也看，我相信他也会讲说，我好希望台湾赢啊。可是问题是就在于说，就是说。你知道像尤其像这种比赛的东西，后面还有多久的比赛要走不知道，我讲单场哦，所以他在那个判断的状况下，他必须考虑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我是不是一定要去冲去拼去赌，还是我觉得有一个机会我可以留在后面，因为我还有机会，球是圆的，没有人知道，所以在那个当下，我相信连当场的场边的教练或教练长，他一定也会尊重你球员当时的那个判断，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事后检讨很容易，都会觉得说啊，你得赛照，你得赛对付那那那，我觉得讲都 OK， 我也把它视为是正面的，可是回来看刚刚讲到谢淑薇。你记不记得2013年的时候，谢淑薇那时候打怕球啊，提冠军下，他结果讲了一句说，中国大陆说一年要花5000万把他挖去，哎，我们突然发现到不对啊，我们运动员怎么连赞助都没有，什么通通都没有的时候，王金明跑出来讲说啊，不安内啦，啊不然募款好啊，政府当年讲说5年募10亿，结果他一个晚上3个小时募到2亿，谁给的钱？企业给的钱。当时的教育部长蒋伟宁还讲什么？哎呦。我来募款叫干单哦，占了咱家募20亿，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我们国家总预算一年是1兆7000亿呢。对，那重点就是回到了这个，刚刚讲说我们都习惯锦上添花，我们有看到多少是那种每一次都有那什么国小或者国中或者偏乡小学，他今天要出教比赛没有钱，好开始就说哦，我们弄个音乐会，然后弄个什么东西去编竹篮子，到市场去卖。好。结果这些他要出国说没有钱，我们也看不到政府说啊大力的给你什么帮助。结果得了冠军回来，或得了什么，突然开始市长接见了，总统接见了，阁揆接见了，哇，所有人通通都接见，觉得哦你好棒，为国争光。那然后呢？如果他今天没有得冠军，那他那些募来的那些东西也是他只要负责责任。所以我觉得民众会比较悲哀的是这一点。有一个院长帮我们在那祈福啊，那除了祈福，我还不会解释。这是1亿1000万，我被管1亿1000万，1亿1000万。我们也好想政府拿出这个东西来帮助这些球员啊。那我有一个哦，连锦上添花都没有做的例子。两年前我们有一次在台湾男篮在那个菲律宾打赢大陆，你们记得吗？我那时候我就是领队，我在现场，是没有人以为我们能够打赢大陆，结果打赢了。我记得台湾是全国轰动，对。然后呢，教育部长电话来了，体育署长电话来了，篮协理事长电话来了，我还接到总统府电话，说准备要发贺电，我也受宠若惊这样。结果。接下来两场没有打好，又输了，所以就变第4名，就没有上到前3名，就是没有小费收回，就没有那么热，是就没有那么英雄了。是，但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我补充一句话就好，也没有贺电，什么都沒有。政府愿意花800多亿发消费券，打个手。是。如果这800多亿愿意用在我们台湾这么多的棒球啦，这么多的国球这些选手上面，你知道他们这么大的鼓舞，无后顾之忧，他们会义无反顾的去发展这个运动嘛？发消费券，你不要消费我们这一些体育国手多好些哦。后来人做行道家，消费就是好多继续多下。好，各位朋友，台湾很想赢古巴，但是马英九很想进立法院，哎，进不了怎么办？自己开记者会啊！我看一定从下面回来。想到立法院报告马习会，却因为朝野没共识破局，马总统干脆率领马习会的成员在总统府召开记者会，改向人民报告。看到在野党反对的理由，我感到非常不了解。我们觉得实在不应该为了一党之私放弃监督的责任，这实在是令人很失望。这不是为了我个人或者我的政党，而是为中华民国建立一个可大可久的宪政体制。你为什么不在马习会之前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呢？所谓你要求人民支持，你在一中原则之后才要求人民要支持，人民要支持什么？难道你报告完之后人民就要支持你吗？你这不是强迫众家。反批总统与其事后报告，不如事前说明。不过总统说他欢迎立法院随时改变心意，因为总统尊重国会，尊重民主，尊重人民的宪政传统，这应该是任何中华民国总统都必须要做到的。未来，只要立法院改变心意，我随时准备好到立法院
去做国情报告。这件事情朝野之间呢、大家完全没有共识了，所以总统要到国会来，企图再又博得另外一个舞台。这个总统拍谁了？不方便了。谁听？谁？马英九想到马习会不搞，再来个记者会，在干嘛？骂民进党，骂小英，说你们不让我进地方，都是一党之私。他干嘛？他想要打选战还是怎么样？他刚刚特别讲说，他之所以要到立法院去报告马习会，是因为尊重国会嘛。那之前好几次人家邀请你，在野党邀请你，你都不来，那就是不尊重国会咯，不是这个样子吗？是同样的道理嘛，很简单嘛。那请问你马英九为什么一定要进立法院去报告？他真的是尊重国会吗？不是吧？为什么？他是因为对不起啊，尤其是那个你准备好了。八年前你的广告是我准备好了，准备了七年半，执政的乱七八糟，歪锅起错。然后现在习近平给你一个机会跟他握手见面，对不对啊？当然他也不是为了你马英九搭台，他也是为了他自己了啊、然后你现在呢，哇，得意忘形啊，非常的高兴，溢于言表啊。我从来没有看过总统府的记者会把所有的媒体记者、中外媒体记者全部点了一遍，然后还点第二遍啊、遇到不认识的哈、那位穿白衬衫的衣服的那个先生啊，那个干什么？为什么得意忘形啊？然后我请问你啊，回来了以后，他突然间又说要进国会，他要想干嘛？他想要自己的舞台自己搭了，很简单了，他就是要说啊，那个大家讲哇，我有多厉害，我有多了不起，这就是我的历史定位。虽然我底个无半波，啊，不过我今嘛有一波，你知道吗？我就要进国会嘛。他进国会跟这次开记者会有什么两样？不都是在这边讲大堆他的东西吗？我觉得最恨的是朱立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马习会是朱立伦 make big go 抹版面啊，你的没版面新闻被你抢光了。现在好不容易到了美国，还二度进出国务院，你没打过几次，他回家回来又把他的版面又缩短了。起码就孟姐，起码是你在酸中痛啊，是朱立伦在酸中痛啊。所以说，思成，他是马英九是不是在几点嘛？因为国家需要。人民支持，国会监督，国家需要他自己解释嘛？啊，人民支持他有民调嘛？赶紧走嘛！现在就缺第三，要几点？所以一定要国会监督，一定要进去一下才能勾勾勾嘛？你是超商啊？还要几点啊？几点？是啊，换公仔。这样挤到第七点，两点。我只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认为其实立法院应该让他进去了，然后想讲什么让他讲。那把门关起来。也不用关起来，反正我觉得讲了以后，其实我认为民党是不会失分，这个部分我觉得 OK。但是我觉得后来开这个记者会就有点多余了。是，大家说刚刚瑞德说要抢版面，你太看得起这个记者会了，绝对抢不了版面的啦。因为你看连线都没有完整，因为马总统一向有个坏习惯，就是有些记者会开得又长又繁复，然后没有讲非常要紧的话。看他自己需要。对，所以我觉得这种记者会，我希望马总统或是以后的蔡总统进立法院，包括重大事项能够报告，那怎么样的报告方式？那以后再透过政党协商。但是这样的记者会，我觉得就多了，真的是多了。你多了，最后的结果只是让这个事件的效应越来越低而已，没有意义。但是你认为是多了，连话马英九可不认为多呢。这一场搞不好还不够呢。应该他最近除了密集接受专访、开记者会，可能还会继续接受专访吧。我真的很担心明年这个一月十六号投票的时候，会有一些老伯伯、老太太去看投票的时候发现，选票上怎么没有马英九？他不是要选总统吗？所以真的，马英九，我提醒你，候选人是朱立伦，你不要抢戏抢太过分。那个配角戏比主角还多，怎么可以这样子？他能抢戏的时间不多了。也对啦，对啦，他能不能进立法院，我看机会不大，因为连进什么院？法院机会大一点，法院机会大一点哈。去立法院也可以啦哈，因为王金平已经讲说这个会期机会不大。那这个会期机会不大，就代表说这一届是没机会了，因为这马上就要改选了嘛。我觉得你为什么那么想进立法院哦？立法委员为什么不让你去？其实关键在于说你要一问一答，即问即答，还是同问同答？那国民党立委一直在说不，这个即问即答违宪。我翻遍宪法也没规定说总统去立法院国会咨文、国情咨文不能即问即答、是，那记者会是怎么样？同问同答吗？记者会是一问一答，而且你问一题还不够，还强迫你问第二题，因为总统还没开完，意犹未尽。好，你既然可以接受记者的提问，为什么不能接受立法委员的提问呢？是，立法委员比记者应该，两者重要性应该差不多嘛？一个是国会代表民意，那记者某种程度他也代表一部分民意嘛，对不对？所以连旺显然他要进立法院报告，目的一定不他只是想再来一场演讲比赛嘛，然后
我然后他拉国会来帮他背书，说，哎，你看我去过立法院哦，你看立法院没有反对意见哦，那表示国会也同意了嘛，就是老师你刚刚讲那个几点的概念嘛。问题是超商几点还可以换纪念品啊？总统集满点可以换什么东西呢？是，但是他今天，哎，各位朋友，他今天，你包括你跟开记者就开记者会嘛，一直在那骂民进党，骂小英，还讲说一党之师。那我请教一下，仁俊，马英九这个记者会是干嘛？要报告自己的马习会，还是要用来打选战？要蓝绿对干起来吗？今天这个记者会的内容跟上一次他所讲的有什么不一样？我很努力的听了，实在听不出来。所以你知道我们喜欢去餐厅吃饭，很多人喜欢吃 buffet， 你知道吗？因为你吃 buffet 的时候可以吃到各种不同的料理。你若是去一间 buffet 餐厅，这行是豆干，那行也是豆干，那行也是豆干，是一个用炊用煮的用菜，豆干真好吃，不对啦。但是如果我10道20道的料理都是同一道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会觉得，那可不可以换一点别的东西？是，马总统现在记者会就让人家觉得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你今天所要讲的东西，事实上你那一天跟你那一天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认为唯一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马总统他透过让记者吃 buffet 的状况，以前马总统开记者会，记者问题是爱先收集出来，我经过啊对我较友善的，我来跟你问一下，哎，今麦无，我今麦台湾给你，为什么？反正你怎么问我的答案都一样。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认为他会选择说啊，我去立法院，但是我不要让你问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够用这个方式去应付立法委员，我现在讲的是应付，但是他拿这一招出来应付记者，所以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这一点啊，就是说马总统其实你今天记者会里面要讲的东西，我们都已经知道很多次。我记得那时候马王政争的时候，马总统还打电话给一个党内大佬，有没有？然后跟他解释说我为什么要怎么做啊？那个党内大佬好像还跟他讲一句：“阿里被供了温东灾啊，播出来都下去这一盖啊。”是。那所以同样的意思嘛，就我们真的想知道的，马总统他不见得愿意告诉我们。现在看起来两次的机会，马总统你可以自己知道。就我也认为在野党应该让他进立法院报告啦，因为这个是你的职责嘛。那民众也会希望知道马总统你要说什么，我觉得这是民众知的权利。可是我觉得马总统自己创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你有没有好好的告诉大家想知道的东西？我认为是没有的。是，但是我们从马英九一再讲九二共识，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显然他想用这个框住民进党。简单讲，就是第一次的选战来对，变作蓝绿为了九二共识而拍开。在这个同时，其实我们要问王金平是不是也跟马英九一样，走回他原来的路，变成一个蓝巨人。蓝绿要对抗，马英九跟翁金平，哎，陈松兄，你作为一个参与政治公共事务的人，你要来看翁金平跟伊的脸书，哎，公投被啊给拿掉。那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因为王金平的那一些粉丝用一个比较枯燥的方式来参与政治，结果王金平，陈松兄，你知道王金平竟然跟公投被啊给拿掉，然后恢复到开一个新的蓝巨人。蓝巨人，对，他是要恢复到蓝绿要来对抗。啊，那个对台湾刚好，我是对这个新闻有一点吓到，就是说是好像他特别为这个召开一个记者会吧，对，然后烤肉架都准备，然后说很重大的那个消息要发布，对，结果只有好像就是讲说我的。就拿了一个手板，开战，然后就站，好像那个，然后就走了，对不对？对，他就走了嘛。是啊，我看不懂，哎，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开了一个 FB 是重大消息，然后我其实不懂他想。人家以为他自己宣布他是不分区第一名了。或者是我记得记者好像还有人猜说他是不是要选总统，还是他要脱党什么的，是很重大的讯息。但是本来这个公投杯哈，尤其我们刚给各位看到那个做好做满，其实那是一个比较跟台湾现代年轻人新社会比较结合的。其实那个公道博经营的不错，哎，是呀，啊，我有在看。是，那拿掉以后是不是意味着他走回，啊，四成兄，是不是意味着公道不要台湾不需要公道了嘛？我想回到蓝巨人嘛，就蓝绿。我很简单讲，那天的过程是多余的啦。你引起人家的注意，事实上没有达到他应该的有效果。是，你说你要开一个粉丝网站，关一个粉丝网站，那黑起定到的代级啊，你不是。那天因为我知道，因为那天后来我们电台记者就说他很慎重的请大家去开一个记者会，对啊，然后烤肉架都弄好了，好反正要准备宣布什么重大事情，是他在哪一个，准备开战，那个战还是用注音写的，我说是不是写错，是不是割案那个准备开这个，结果不是，就准备开战，对，然后大家就很狐疑说
哎，就蒙一丢的这起，这是什么回事？是非常不像他搞了那么大的排场，结果是这么小的一个结果。我认为他要造成什么样的效果，其实并没有达成，这个就多了。其实就跟公道，台湾公道博，咱大家拢讲美派呀，啊，大家拢讲赞，啊，结果这个真正赞的，你给收掉对吧？哈，啊，你去另外开一个哈。其实刚刚世成讲的对了。其实这个记者会就在宣示他真的是不分区第一名了。不分区第一名就是把会有批评这个党主席跟国民党东西收掉嘛，从此以后又走回国民党的回头路嘛。你王金平从头到尾让人家跨怕卡丘，就是你就是不敢挑战现在的所谓的威权嘛。但是陈忠，你基本你来选举，你打刚在街头在各个地方跟台北市的人见。现在的年轻人还愿意再回到男巨人跟绿巨人好像在那打来打去吗？王金平他们现在走这条路啊，你觉得台湾社会尤其是台北市需要这样子吗？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太关心蓝绿对决或对骂这个东西了啦。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比较关心的是你到底要做什么。好，那传统蓝的跟绿的要做什么？做好做满啊。王金平就是因为做好做满，所以关的那个。这个不要再讲了，这个网上没办法做到满这样。那我如果这样讲，我们会不会被封杀？对，其实已经真的民众他不太关心这些。其实我觉得民众也没有很关心马习会，是，因为那个很遥远。是。民众也没有很关心朱立伦去美国，是民众比较关心的是真正民生议题。是，那传统蓝绿这样子这些身段哦，这些有点像瑞德大哥讲的，就是说哦，好像是不是这个公道博有批评，所以现在要效忠关掉，然后现在开一个新的蓝巨人，所以代表王金平走回传统蓝绿线。是，这东西我觉得民众不关心，是太宫廷生这种手法，大家看多了啦。是。所以说王金平不管要死，公道被提起来了，大家问说你不要公道，那台湾社会还能够剩下什么？咱这段先告一下，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多谢，感谢天主，让我能够透过了筛检啊，透过了早期的检查，发现了肺癌。在台北圣家堂和教友们分享自己罹患肺腺癌的心路历程。今年二月才在台大动完胸腔手术的陈建仁，大病过后更热衷于奉献教会活动。这些年因为太太罗凤萍引荐，让他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友。很多的心思意念哈，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会有一种 refreshment 的感觉哈。今年64岁的中研院副院长陈建仁，为人谦和，总是给人一副书卷气形象。他不但是台湾流行病学家，也是国际知名、长期研究地下水、砷含量及慢性病毒的权威学者。出身高雄的陈建仁，父亲陈新安是高雄第二任县长，也是白派大佬。当年陈建仁从台大公卫所毕业，取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流行病学博士返台，因为找出台湾西南沿海乌角病病因，崭露头角。47岁。当选中研院院士。2003年，台湾爆发 SARS， 他临危受命接掌卫生署长，指挥抗煞，而他也是第一位非医生背景出身的卫生署长。我们在这里，我特别请求全署的同仁，大家一起来努力。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众志可以成城。民进党执政时期，陈建仁曾任国科会主委，是推动国发基金投资生技新药，促成宇昌公司成立的重要推手之一。原本喊70岁退休，只想从事宣教工作的陈建仁，因抗煞有功，符合社会贤达要求，又有生技业背景，符合蔡英文五大创新计划的专业需要，因此副手牌端出陈建仁这位学者派，也希望能符合社会期待。好，蔡英文主席在不分区第一名选出一位。这个施案的专家吴坤一要这两天大家所传出来的副手陈建仁公卫的专家形象又好，那么也不是一个普通寻常人物，在整个社会引起极好的一个反应。但是我们就要问，哎，杨晃，不分区出来啊，副手嘛等于出来啊，朱立伦的不分区的都位也副手的都位。对朱立伦来讲，的确压力很大哦，因为一朝熬了一百凳来，然后23号之前，你就必须把不分区的名单，还有副手的名单，要全部拿出来，因为就要登记了。所以对朱立伦来讲，压力时间的压力非常大。那再加上朱立伦现在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党主席，国民党选情相对之下又会比较不好，所以不分区的争夺战
一定会非常的激烈。是、这个情况有点像民进党2008年的状况啊，这个不分区的争夺战会比较激烈。那当然这两天也有外流一份名单了、可是我还是不认为最后那份名单会是国民党提出来的不分区名单。嗯，如果国民党最后提出来那不分区名单就如这两天的外流名单一样，那我可以预言国民党的立委总席次会很惨，因为这种不分区名单大多数的选民政党票这一票是投不下去的。那不是普通不分区哦，那叫做有人说叫做是非不分区哦。随便你怎么讲，反正有人还在讲，除了讲，因为这个不分区的名单真的，如果是外这两天外流版的，真的非常难看，那跟民进党是根本不能比哦。民进党这份不分区名单，我认为会给国民党相当大的压力。那同时，其实你去看前八名哦，党员只有两位，其他六位都至少到登记之前，他们都还不是党员，而且。其实它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这几年来台湾社会曾经发生过或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些议题，比如说食安、土地正义的问题、分配的问题、住宅的问题，甚至这个农业的问题等等哦，这些都是台湾这几年大家很关心的一些重大议题。所以蔡英文大概想利用这份不分区名单来跟社会展开一些对话，就是说我这个政党我的不分区名单我注意到社会需求，所以我前八名摆的没有一个是政治人物，这个大概是国内台湾有不分区以来第一次有政党这样子做，在前八名没有摆任何一位政治人物哈。那我觉得这一点倒是也蛮大胆的尝试。水天，提陈建仁，整个社会眼睛一亮。嗯，为什么？没错。因为很简单，因为陈建仁他是一个学者，而且是一个国际知名的权威学者啊、比如说乌角病啊、台湾地下水含砷的乌角病以及权威研究的权威啊、而且我印象中非常的深刻，在台湾 SARS 期间呐、他对医护人员的那种打气，然后带领所有的这个医疗团队呢去抗煞和全民抗煞等等啊、比起马政府时代同样的医疗的高官，我们祈祷吧。就只能祈祷啊，叫大家祈祷啊。如果大家祈祷的话，要你干什么呢？哦，所以陈建仁事实上确实是加分。所以民进党这次不分区，我跟莲花意见是一样的啊、不分区的名单出来的时候，让人家眼睛叮一亮。然后这次陈建仁又一亮，当然陈建仁不一定会为小英加分多少，但是他丝毫没有减分。然后呢，确实是一个很称职的一个，等于说扮演好副总统角色，一个这个等于说虚位元首、备位元首的一个角色啊、那重点就来了，现在首当其冲冲到的那个压力之大的是郭明栋。嗯，国民党的副总统是谁？副总统到底要谁才能够替朱立伦加分，对不对？然后国民党的不分区啊，这边更加细啊，为什么？是很可能从16席变成只剩下12席嘛？不知道有没有12席还不知道呢。你看了、又有军系的，然后龚道博网站收起来就表示不分区第一名，至少男是第一名没有问题了嘛。然后这些算一算，夯不啷当算一算，还要能够2018年代表国民党去选县市首长的，里面当然有包括地方派系的妥协的一些嘛，对不对？包括我们传言中的云林的那个张立善等等嘛，是不是这些人？包括这个相关的人，所以。他永远没有办法把政治的跟政治组的这些所谓的相关的筹用的安排啊，问题是在你姓你啊啊，你要放那么多人，你能不能提出像民进党这样的不分区名单，让社会为之一亮？这攸关你在整个立法院为总席次里面，包括区域立委的这个投票数。思成，现在其实该国民党或者朱立伦出赛啦，人家不分区出来了，人家副手也出来了，朱立伦。老师，你跟我的想法，我在想说用大厨当比喻，出菜。其实现在民党蛮守菜，他很多东西，因为他的筹码都在他那边，所以他跟大可运用。对，所以他可以运用各种方式，包括把前面八名，但第九名是他自己的人苏家权。那前面八名通摆所谓的非政治人物，这样的社会形象非常好。是国民党这边非常辛苦，为什么？他如果摆这样的一个人在前面，上次也摆过，发现战力不够强。可是如果说前面都摆战力强，就刚刚莲花我们讲的社会形象不好。是，所以他现在要考量的因素非常多，因为他过去立委这么多，战力都不强了，以后的立委其实大幅减少，如果再摆上一些战力不够强了，以后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席次又没有过半的话，那国民党在立法院等于是消失了。你所谓战力是什么？是打架？打架？打架？不是要打架了？打架，然后至少骂吗？至少有一些，就是说你可以去论辩的一些人哦。对，因为基本上这种人在国民党很少很少。好、那你副手总要加个分吧？不可能了。副手很难加分、他有没有在找到底、对啊，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出来其实不是为了总统的，对对对，所以副手就不提了，不是
不会兼任重缺。这么说吧，国民党现在这种弱势副手提谁都一样了，只是说不要扣分就好，因为不会有人因为国民党现在提了某某人当副手，然后就突然间不投他，然后变投他，这样的几率太低。所以我认为国民党现在只能守城。你说要对变得要多么的有 aggressive， 我觉得这个太难了，只能说提一个就是大家不要觉得他，哎，我这个副手来了，我不能，我这个票都投不下去，那种原来票会跑掉那种，是只能这样子提。对，所以任俊。照爷艺术恭喜哦，朱立伦其实也不必去伤这个脑筋了，副手根本就不用考虑，青菜一个，公开拍点阿猫阿狗都可以，反正摩擦是这个样子吗？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党也面临这个问题啦，哈，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比较持平的讲，我相信任何一个名单推出来，你说没有政治上面考虑那是骗人的，好，但是你怎么去回应社会的期待？我觉得是民众在看待这个名单上面它比较重要的一个状况。当然，你如果说因为席次的问题，你要用战斗的名单，我觉得也 OK。那你就是去说服社会大众就好。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国民党，它到底在这个名单上面，比如说讲不分区的这件事情上面好了，现在大家看起来似乎啊，王金平摆在第一位，这个大概国民党都已经是个共识啊。但问题是，民众真的认为这件事情是好的事情吗？有个知识媒体的李恩秋公。腿翁金明出来是准备要减分吗？艺术家，所以我就讲，我就说国民党在做这个思考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蔡英文他的在这一次的名单里面，我其实觉得比较很特别的一个是苏家权，就说即便他已经认为说苏家权他可能大家认为说他应该去选，可能要选立法院院长，但是对不起，他没有把他放在不分区的第一名。王金明是不是一定要放在第一名？我不知道，那是你朱立伦的选择。可是我就讲，民众对于国民党的期待，我认为还是有，但国民党是不是忽视了这样的一个期待？